共读圣马太福音。那时候，有一位经师听见耶稣和撒都赛人辩论，感觉耶稣回答了真好，就招来问。即刻改名堂，哪一条是上大个？耶稣回答说：“第一条就是以色列，恁爱听，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乐应当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、全力爱上主乐的天主。第二条是乐应当爱更近，如乐自己。”在博物八界改名比几诺雕更大了。那经师对耶稣说：“不错，师父，乐大得着。他是唯一的，得天主以外，再无八界，因以全心、全意、全力爱他，及爱更近如自己，恒超过一切。”全盼志和牺牲。耶稣听伊回答了真明智，就对伊说：“乐离天主的国未远了。”从此无人敢来再问伊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今日咱提到有一个经师来找耶稣主，伊听到耶稣主甲一个撒都赛人答话，真佩服耶稣，了伊就来甲耶稣主拜。咱知经师是犹太人当读书在个，伊人研究一个法律，但是伊人当有挪款，一款人较侪是做啥？伊人研究一个法律，了将一个法律化搬出装在碎雕个，了硬爱出名证去对伊人个，就是个特碎碎雕个法律去修。另外呢，一批这个经师难较少，伊人就创新愿意了解。这个法律的精神是理解，所以他们所做的不是将这个法律化搬出几十条几百条，他们是愿意将这个法律修作一个了要了解的，诶，到底一个精神是理解，想吃了解是理解。有一个来找耶稣的经师就是这样的人，他问耶稣主答，耶稣说我们法律有多少条，哪一条是上吃药的？耶稣主就回答说，上吃药的一条就是你应全心、全灵、全力爱天主。那耶稣主话马上给他们答，对一条就是爱更近如自己。那耶稣主就将犹太人这个法律的精神用牢固的真清楚地表达出来，要这个经师听了啊，有影，耶稣主答了硬，答了对，答了好，伊就讲：“是啊，师父啊，我降生了，你说大概是有影。其实啊，咱个家门啊，那是咱好好去爱天主爱人，比咱逐日去这个圣殿爱奉献咱个吉祥化重要。”咱知古早犹太人伊人个宗教就是真重要，修法律甲去圣殿献祭。但是耶稣甲即个经师所讨论个就是，即撮物件拢从帮助母教后爱人做教个，其实就是重要。咱应该创新创意爱天主，要咱到这个世界之后，咱对待周围的人，咱就是爱学习爱人如己。
了耶稣主听了伊就生大真欢喜啦，哎呀，这个人伊明白伊真强，伊真高。了伊当这个经师啊，离天主个国未远咯。当在耶稣主来这个世界时啊，伊传福音个时候，伊想出了解这个道理，就是当人应该了解接受接天主个天国。这个天国就是讲，这个天国就是咱个生命当有天主，咱在天主个能谈到，咱接受天主个爱，天主个恩赐，天主个怜悯，天主个正义，天主个平安，咱个生活都有天主个生命。这是上重要个。了，这个经师虽然属于这个教育个传统来个，但是伊有病了解，如今深解这个道理，了耶稣就赞赏伊，耶稣对他乐好。所以，咱希望咱不是做生，咱有个加油，咱怎么过咱加油个生活？咱有时无家己用头脑，无家己用心来恭敬天主，咱就是靠外表个，咱靠别人。咱有时无时就来找神父，神父啊，做你咩？我应该做理解，咱家己无想，家己无了解，家己无自心来去崇敬天主，对耶稣主个福音去行，咱就是就爱靠外人来答，别人答理解，咱做理解，别人无做，咱就无做，咱无家己了解，家己真心去爱天主，爱敬人。所以咱今日听了这个福音嘛，咱就来退耶。咱那是古早时做生个矿，咱就爱改变啊，咱就爱有眼去认识耶稣主，了解耶稣主个福音，咱能就有变真心真意个对耶稣主个福音去实践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您。